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已经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了，这里才是温暖的家。而且我发现鬼鬼和巧克力，你们怎么都回来了？说好的搬家呢？那个我看了一下那个家里的仓库，好像没有要给我的装备、欸，有一把剑拿走，还有什么装备吗？没有装备，我只能从你们身上拔咯。没有，都没有、欸，巧克力从你身上拔，我要装备，金属镐拿走一只，十字弩不要，长管步枪拿走，长管步枪还有什么？目前。军用水壶拿走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啊，没有的就跟你们拿。好，这里没有，没有我要的了。然后跟鬼鬼拿装备，鬼鬼装备借一下啊。那个没有帮我，你没有帮我做，我没有装备，活不下去啊。如果这一集结束他还没有喷掉的话，就还给你，好不好？不过你下一次记得要帮我做，先穿装备。那个子弹我就自己做了，我就不跟你们拿了。火药粉来做子弹。我发现要做这些子弹真的超级麻烦呢。我们家附近没有什么正常的石头，正常的石头都是那种金属制的石头，所以拿到金属比较容易，拿到。碎石反而没这么容易耶，要大量制造火药还有些难度。不过我也做出不少子弹了啦，不想再做了。我们今天去那个地图的中间去盖我们的新家，我是建筑大师，我不能放弃建筑的本行。我打算在这个地图50/50的地方盖一个新家，50/50，简单好记，应该不会有人走丢吧？我们现在就飞过去，50/50，我来了。目前呢，我约莫就是在50/50的地方，这边可以看到北方的龙岩岛，这边可以看到 The Center 中心的雪山。然后附近还有很多桂林山水，所以就在这附近。我现在要往下飞，哇，这里的树好茂密哦。这里可以建设吗？不是，我知道可以建设，可是这里是好地点吗？哦，卡住了。哦，在这里建设是不是？在这里建设我家。我们的新家落成在这里。离海边近不近啊？方不方便啊？问题是附近有没有资源？这都是要考量进去的点呢。没关系，方便最重要。我要在这边，真的要在这边开辟哦。这里，就是这里哦。谁都不要阻止我，我就要在这边开辟我们的新家。我在想啊，这一次要不要就做高级一点的房子？做石头房子，我们盖了这么久的房子都没有盖过石质的，永远的木质，好像来一个石质的也不错哦。值得挑战。既然要一个石质房子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石质地基。我把石质地基移到下面这里来。哦，木头要40个哎，木头也是不能或缺的材料哎。来喽，看能做几个？只能做2个。挖了这么久，做2个地基。不过没关系，虽然知道会比木材难做，可是我们不能放弃。要不要收服一下水龙兽？让我的那个经验会比较高哦。水龙兽不能用枪打，要喂食。对，水龙兽不能用枪打，我差点就要开枪了。
不要冲动。水龙兽是要喂食的，它很有爱的，来喂你，边盖边喂。怎么我盖完两个地基之后，水龙兽就不见了？人去哪了？怎么盖完就不见了？哇，现在的这么会跑哦！哎，看到不明生物，不明生物要来打了。双棘龙，不要这么凶好不好？水龙兽不见了啦，喂一口就跑了。我还做了一个大型储物箱，大型储物箱，把我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都可以放到箱子里。大型储物箱，嘿咻，放好了。哎呦，还离这么多，没关系，继续垫。我有多做了一块，好，封神，哎，封神人呢？我正要回家哎，封神你跑到哪里去哦？我发现我的封神感觉很不安分哎，随时就不见人影了。先把这个放进去，去找他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要抓星。新神君过来，哎呦，差点冲下去哦！在哪里？风神你在哪？我来走看看这里有没有直接可以下去的路。怎么都这么高啊？有没有一条可以下去的路啊？不能话这个话，我的风神君呢？哦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这里没这么陡。我想说啊，都不能下来，风神君要怎么办？还好可以。风神你怎么躲在这里？我找你找的好苦哦。不要再躲在这里哦，这鸟不生蛋的地方真的很夸张耶。我们的家就在这上面。如果每次风神君都这样飘下来，那我要怎么处理？我的家在这一段呢，中间段，这里分三段。哇，还是我把家盖在这上面。可是我怕盖在上面的时候，这个铁不会生。算了，以后用那个电梯来拟平这个差距好了。先回家。我这张地图好大哦，飞过来好久哦，有点受不了。搬家计划势在必行啊，不可能不搬啊。我带着一把镰刀，然后要带哦，做一个铁匠台，直接做一个铁匠台，在这边做一个铁匠台。这里有好多石头哎，直接在这边做基地好了。既然这边有资源，就利用一下，把一些地基都做一做，在这边就把你做完。我多做了七个十字地基，这样子够不够用啊？不管它够不够用了，我要把我的新神君一起带过去，这样就永远够用。新神君你在哪里？我还要飞一下，还要找一下哎、欸欸，等一下，我骑的是不是不是风神哎、欸？我骑到天空龙去哦。木神君在这里哦，真希望有人跟我一起带完成我们的搬家计划。没关系，我这一次就带两只，所以我还要再多飞几趟。新神君在这里，走吧，跟我一起走。嘿，抓抓起来了，我们飞吧，往月亮的地方就对了。我飞到太阳都升起了，太阳的光芒在我背后，太阳都升起了、欸，有点夸张哦。终于找到了，没有很容易找哎、欸，怎么这么神秘啊？如果换成巧克力，一定找不到啊，铁定迷路的。这样还算什么家、啊？都找不到的家，不能算是个好家。
先把这些放上去，然后把我的铁匠台也放上去。好了，铁匠台也放好了，那再把这些地基放好。哎，地基放好，把这个刮掉了，不要在这边碍事。目前就是这一块这么大块，那再回去一趟吧，再回去一趟。我要拿我的那个木神军来，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好发现了吧？这里都空空如也了，应该会比较好发现了。有了木神军，我就可以大肆建设一番嘛。不要看这个石头石质的，其实也需要很多木头哎，只是没这么多，还是要很多。回去把木神君抓来吧。木神君，我来接你了，飞了这么远就为了抓一只木神君走。这里有在打斗哎，不管我的事，我只是为了抓木神君来的。飞了这么远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行了，不行，再飞了，我要休息一下了。等等再说，先休息。虽然飞了这么多次了，可是我家到底在哪里啊？我记得好像是靠这一面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小水池、欸，哎，这里有一个小水池、欸，哎，那是不是在这里？我家是不是在这？哎、欸，没错，我家就在这小水池旁边。哇哦，原来我家在这，就从这边上去之后就可以看到小水池了、欸。那是不是应该要盖一下，盖个楼梯什么之类的，让我可以爬上去？哎哎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谁咬我？哇，那个迅猛龙，迅猛龙很厉害是不是？嗯，我有装备耶。好了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全部都放轻松，尤其是你风神。哦，还有一只。好，都放轻松，风神你放轻松哦，不要这么冲动，我要把你停好。以免你冲动过了头飞下山来，这样子我有点紧张。我有点紧张，说实在话我有点紧张。附近的石头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石头给我挖了。我第一层快围完了，我本来打算那个第二层就开始用木头了，所以石头是不会太缺啦。可是我现在要滚到这么远才挖得到石头咯，那个从石头拜托你重生好不好，求你了，算我求你了。第一层围完了，地下第一层哦，我可以把这些移掉了。接下来我要用木头做，所以我用不到石头了。新神君终于可以休息了，不然他那边滚来滚去，看了我也累，你累我也累。现在换木神君开始工作咯。哇，木头真是快，瞬间就做了21个。哇，相信很快第二圈就可以围好了，木头真是快，跟石头差好多、哦。好了，我第二圈也围好了。不错。那我在这边盖一个上去的楼梯，这样子上走可以走到二楼的楼梯。我不要再用什么电梯了，电梯不好用。除非再用这种横跨大自然的，有没有？这种横跨大自然的再用电梯，平常家里面电梯真的不太好用啊，我家又不会盖到10层楼，干嘛用电梯，对不对？上二楼的楼梯完成，轻松写意。这个只需要4块木板，2块斜的，2块天花板就完成了。我做一个电梯
耗费多少铁？我到底在想什么？不要再坐电梯了，真的，听我的，不要再坐电梯了。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我盖到二楼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能延伸过去那里。可是二楼好像还不够高哎，所以我要直接在这边盖三楼、盖四楼，为了要跨过这里，跨过这里，我盖到三楼了！哦 ，ARK 的一大突破。我从以前到现在好像从来没有盖到三楼过，对不对？嗯 ，ARK 的一大突破。三楼的高度好像跟这个没有差很远嘞，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用一个平台可以直接过去。嗯，哇，又要耗好多好多木头哦。啊，木神君，这次都要靠你了。三楼也出现了，我现在只要再往前面盖几块，就可以爬上去了。可是这里好像要四楼或五楼才上得去。我已经要爬上去了，这里还差几个？哎，这不能盖地基，这个可以，这里不行。不要这样嘛，行行好，让我盖。这里好像还要再盖三块才爬得上去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这么硬。真的是通融下嘛？好了，三根楼梯放好了，我要往上爬了。这里真的可以过去吗？回，我爬上来了，我走走走走不过去。不太可能吧，应该走得过去吧，出了什么问题？爬爬爬爬爬，这里这里刚刚竟然跳不过去，也不能放，只能这样子。哦咻，每一次都要这样子。哦咻哦，这太辛苦了吧。哦咻，不能放平台，什么都不行。我往前面走一点，前面就是水池哦。嗯，这里也没有。奇怪，我刚才之前看到的金属在哪里？不见了。这个水池有九牛二虎之力吗？我来找看看。哎，有哎，有合理，一定有九牛二虎之力。我要乘坐我的那个风神去附近看一下金属矿到底在哪里。金属矿，金属矿。哦，飞高一点好像就有可能看到了。哎，这里这里这里，金属矿在这里。哦，哇，好多哦，还有水晶。可是这里就要爬这一个山壁耶。这个山壁离家里是没有很远呐，可是要爬也是要时间呢。要爬要时间。哎，牛龙来了。哦，牛龙。我咻！呜呜呜！赶快走！我要到家里上面。哎呦哎呦！我不要到家上面了。我直接飞起来射你，行不行？他们在干嘛？不能留了，不能留了！哇、哦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打了，过去打了。我本来想说收服一下的，不能留了，不能留了。不能留了！你最大的失策就是打我的宠物，打我的宠物必须死！我忽然觉得这样盖不是很好看，简单的来说很丑。秋风不允许这种建筑物出现在我的房间里，很丑，要怎么办？又要改建哦，我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劳碌命性格啊？
很丑啊，不是能走上去就好哎、欸，这种建筑物没有办法接受。